刚才酒店那边打电话让咱过去去彩排一下。去彩排？嗯。啥是彩排？彩排就是由主持人上来的，先把这个婚礼的这个流程走一遍，别到时候再忘了这那，到时候你得没词儿啥来了，你得上台去讲话。谁让你讲啊？你讲。要不你讲，要不我讲。对，你俩讲，俩我们一个能讲出来的，会说的。那该讲也得讲。表演啥？对，你就是唱歌啊、跳舞什么的。那是绝活、嗯、对，绝活。你结婚了，你结婚、啊、我那节目哪能成、啊、能你就挑那个看着你的显眼神就想揍你那个、啊、我就看你想揍你真是，你挑那个就行。咱这个婚礼流程上哈，嗯，首先的话，嗯，咱老家这边都是有那个拜天地的哈，嗯嗯，这是新郎的，对对对，新郎的吧，好吗？咱这样说是拯救一下那两个意见哈，现在一般酒店婚礼都不用拜天地了，嗯啊，你看您还介意讲究这方面不？如果讲究这方面，咱都搁这舞台上给咱安排。你看这么高大上的一个场景，如果摆个桌子放个红布，就显得不匹配了。啊，拜天地是搁家，那准备那搁家里拜。那那是就是新娘这边迎亲是从酒店还是从这酒店？从这酒店。从这酒店去租。嗯，去租。去租搁家里拜完天地，回来再来这儿来。啊，就结婚。到这边的话，咱就是入乡随俗哈，咱没有太多规矩。行啊。然后咱直接那前期那有啥规矩，那先跟大家沟通，该行行，只要你想到了，咱该有理由。行啊，说不到的话就按我的流程来。嗯嗯。然后咱从家里边回来哈，就先换衣服，换衣服这整个流程我就不说了。然后新娘这边换好衣服之后，然后咱就按照这个流程来。恁两个明天做好三点哈，第一点的话，前程面带的料，咱颜值高、气质好哈，一定要做好表情管理啊。第二的话是动作一定要放慢，不能抬头往前走就可以了。然后走的时候走慢一点，走唯美一点，就往前走。然后新娘这边注意啥？迎婚啥？就是稍微的脚往前提一下，下面的就可以了。我觉得你这个对，能手提一提，对，啊，能手这样。对，因为它里边有撑子还好一点，稍微嗯对。然后咱到台上之后来走，往前走，先提一下。首先你想要的方式是新郎先上场是吧？啊对，那接下来就由新郎先上场。你先上场过来引路啊，对不对？大步往前走，然后走的时候用不用说点？那有什么话，然后另外一个手给大家拿走，来走来跟着走，快走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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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所以你怎么方便怎么来啊？双膝跪吧，咱哥。那不是站着吗？坐在那儿，坐在那儿。那如果能驾驭得了这个形式，傻了。如果能驾驭了这个形式，也可以。从我走到这个擂台这个地方进的时候，然后站着的，给他一个鲜花，给他是不是？对。把说明花给他。对。然后站说明花给他以后，然后他。然后你这花的高度哈，花的高度就是那两个眼睛之间要有一个对视，不要一下把脸挡住了哈。啊，眼睛之间要有一个对视啊，能看到啥？然后这个花还知道你好，然后你看，刚站着就是他捡到花以后，啊，然后媳妇儿嫁给我，老婆跟我走，老婆我爱你，可以了。我是不是男方？你不用，你声音大一点就可以了。是啊。那男方说谎话也不行。哎，还有就是，假装一下。嗯，他一预定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嗯，好好行，来吧。你离这距离有点远哈，等会儿够不够？我够不着。站着的是不是？对对。喊。哈哈哈哈哈！老婆我爱你。老婆我爱你，嫁给我吧。现在就说嫁给我，有点早了吧？是这吗？就可以是行吗？可以不用说嫁给我吧，然后说跟我走吧，我爱你，跟我走吧，因为当年都结婚了，说嫁给我吧，这个时候秋美有点儿，你这让我好好照顾你一辈子，嫁给我吧是求婚的，你说让我好好，你跟我走，嗯，然后就是花一句，你这边一结花就行了，行啊，从今天起站在你对面这位美丽的姑娘就是你的结发妻子了，在以后的生活当中，你们无论是顺境逆境、贫穷富有啊，无论新娘你看现在是青春靓丽，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她也会容颜老去。啊，到那个时候你也会永远的爱他敬他，永远忠诚于他，你能不能做到？能。我能做到。坚定是不一定。待定。
夫妻对拜，立鞠躬，一生一世永相爱，谁先抬头谁买菜，鞠躬。都不埋汰哈，好，这回新郎想到了哈，接下来夫妻这拜再鞠躬，一生一世永相伴，谁拜的第一拜，不能听我说完再拜，先拜哦，谁拜的第一谁做饭，燕北做饭，我先哎哎呀，好，这个叫我有备的哈，第三个啊，一生一世比蜜甜，谁拜的第一谁管钱。那你就来十鞠躬，那低十个俯卧撑，啊，还要不呢？还要说这样，我一问贵新娘，那你服不服？他管钱，你服不服？你会怎么说？不服，不服啊！那就你不服他，你不服他出不来。那你说我服，那把扶起来。啊，好，趴着来，趴着，这环节练练来，行，趴着。那你储藏了之后，唱唱歌出来，你看可以。你唱的是啥歌？一个人挺好。唱交款。你疯了你啊！唱一个人挺好。嗯，你本来你唱这个。丢。谁唱一个人挺好吗？我不唱了。我唱一个人。你唱我是傻瓜吧？是。你这一唱那个你是傻瓜。行，慢走哈，辛苦了啊！好，咱把这些东西现在放到酒店啊，咱提前送过来，就不用那么麻烦了。明天事儿还挺多的呢。哎呀。